月十五是春节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夜，象征着月圆人团圆。上元这天夜是正灯节，所以它就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华灯璀璨。希望这种传统的节庆文化更加的深入老百姓的民心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广泛的在我们华夏儿女中间在一代代的传下去。夜场这一块呢，我们还是第一次，是从安检风险评估和观众参观舒适度来考虑的。我们现在对这个观众的晚上上元之夜的观众的数量呢，我们做了一个严格的限制，两天是都限制每天晚上3000人以内，分批3批进行参观。